间千叶嘅离地短途赛事十号大热门35蚊啊，后备保障睇下冇运行啦。好，你有起步嘅时候啦，咁啊慢咗集有呢隻马龙王子喺后面先啊，前面快嘅马，中间快快赢出面粉红衫世界都市最出中国动力啊，内栏仲有呢位宝之星黄衫风调雨顺啦，出面仲有神童，中间呢蓝衫白帽呢，咁啊仲见到个马匹呢有呢隻龙卷风啊，后面嗰啲先有恒星啦，名列前茅埋边啦，内栏尾衫就呢隻马龙王子，后面一对轮转乾坤呢，同埋呢隻呢就是巴奇利啊，过晒88啦，中国动力带咗出嚟跑啊，快快赢紧随第二啊，第三位有世界都市啦，出面有神童啦，内栏第五咧蓝衫有韦宝之星啦，中间风调雨顺，出面恒星红眼罩都上啲啦，再后面内栏咧仲有呢隻马龙王子就黄帽仔嚟噶，响外面位置咧仲有名列前茅，后面轮转乾坤啊，龙卷风啊，同埋巴奇利噶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咁啊见到咧中档透出有世界都市同埋埋边嘅快快赢啊，外边神童咧咁啊一冚就已经上咗嚟啊，再见到中档位置追紧仲有风调雨顺啦，中间咧仲有名列前茅啊，最后百零米神童喺外搭冚。咗上嚟，见到中间追紧佢嘅马匹有风调雨顺啦，名列前茅啦，埋变咗世界都市，接近终点，神童爆得啦，第二名风调雨顺啊，第三名名列前茅，第四名有恒星同埋世界都市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外搭冚上嚟咧，真系配合到呢只大马噶，神童结果三搭一路入弯入嚟冚晒，第二名风调雨顺，名列前茅第三，恒星世界都市好近啊个第四。头三名都差唔多全部系走外碟嘅返晒嚟㗎，反而走内碟嗰啲快快赢啊，咁啊冚唪唥冇晒嘅。神童又返嚟啦，27倍嘅冷门爆咗。风调雨顺第二，名列前茅第三，第四睇下恒星啊，定系埋面嘅世界都市啦。似系恒星都仲压得住啊，临尾追上嚟。影咗相啦，五号嘅恒星跑嚟四嘅，三搭11嘅连赢位又过千。咁啊系，而家冇沟翻白啲啊！今日佢好多马噶，其实嗰几只仲系热门添啊，嗰啲阳明星星啊，嗰啲太阳神啊输咗啦吓，咁啊呢只就爆啦，系啊！点解嗰场就生蚝啊？啊呢只都系跑泥地都比较准一六，马房都系好犀利啊！跑泥地其实都，尤其是呢只神童真系，你真系成日都睇唔到佢边铺系嘅。呢只用道理来，阵间嗰只就用上赖维明嘅私家坐骑啦，嗰只生蚝不嬲都系，好咪起马啦。外边后追几只都系咁嘅跑法噶啦，喺里边嗰啲咧唔系咁好喎，好似嗰啲诶马龙王子啊咁咧。都唔算特別好快啊，其實你見個步速咧，又三六四廿二九四，貼翻住條欄。但係真係快快贏，其實可以做個指標翻嚟，又真係散咗嘅喎，直頭係。甚至乎韋寶之星亦都係沿途係貼住欄啦，即係總之成扎貼住欄，嗰啲翻到嚟都斷鬼曬。不過千二就跑完啦，冇千二跑啦，咁啊跟住兩場都係1650，咁睇下又會唔會係咁啦？因為頭先一個鐘點我都講三隻馬全部外貼嘅。数据上1650嗰个内档，即系一档咁计咧，就系冇咁麻烦嘅。来、影片，起步马龙王子有出闸，慢翻少少啊，都只系捐翻埋栏先。快快赢都顺势啦，五档一至四档马真系唔快埋你啦。咁啊，开边有只中国动力啊，上嚟搞下佢。世界都市今日冇抢得咁狠啦。但系跟前之中都仲系望空嗰下唔好，系啊，只马我都有嘢遮挡住。但系表现都已经远比上次进步啦。出边有神童嚟嘅，啊贴烂四只冇晒。你啲恒星嗰啲，哇！你正常呢啲位大佬四碟喎，翻到嚟都有第四嘅。里边有风调雨顺啦，后边名列前茅，其实即系都系嗰堆啊，围住嗰几只。名列前茅都始终有。又系追唔切咧，又系同上手马房差唔多。攞位又唔算好顺嘅直路，比较都系前望空啊，咁啊一路仲系跟住马尾嘅，搞嚟搞去咁样，呢度其实都未望空嘅，咁啊追翻第三啦。佢成日都系咁嘅喎，嗰上手马房又系咁喎，成日都失啲运咧，有时候快快赢啊，唔知咪跑多咗啦，或者场地唔理入边啦。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。
跑第一名三号神童，杜人派274.5，位置派71.5。跑第二名11号风调雨顺，位置派23蚊。跑第三名四号名列前茅，位置派21.5。连人位三搭11派1177.5。三门彩三号、11号、4号派10000。